早上的11:06，刚刚去参拜了妈祖婆，因为到，这个主要的妈祖婆庙呢，大同区我们去参拜了，因为后天是妈祖婆的生日，我们今天4月17号，看看今天的本钱是672，今天我们主要是五支财柱，26第一柱，1220第二柱，3037第三柱，重讲一遍，26第一柱，1220。第二柱3037这个3037是第三柱，本钱192。然后呢，我们再看看，我们用2627去碰六尾，2627去碰零尾，听清楚，2627去碰零一零二零三零这是我们今天的本钱672。这个。2637碰零尾，两星是480，所以大家都知道我主攻是两星呐，我主攻是两星的这一中就是5300，我们用672块钱两组牌，在这边拼希望今天开奖第一天有好运气，马主婆保佑，马主婆保佑，OK，有问题打电话09150088114，燕记者。